串串大胃王比赛。现在我就站在他们的店前面这里，你们可以看到后面那边，哇，有很多那种灯笼的。这个火锅店今天真的算是在新的是唯一一间啊，就是蛮特别的。他们是把食物做成串串，一串一串这样子吃，但是一串一定级，挺便宜的。非常的棒。